然后小路不得你不阻止带上薄胎呀回去，回去。哪里有春分？这不过呢，看那个里面的，看中国的个春分年，把那么牛的年上来，这叫天数呢。没错，没错。你这个啥子？我做手机嘛用。这个对象呗。这个叫他爬不过年上面这个长命百分。这个上为个跟上去把河呢？聪明聪明的小飞，这小飞不聪明。我说他们个没这白的还要出那个。我放他们去带的，我放他们去带的是给我做的个。就做，就做门口的老李那个老老的，是个是好的细细的啊，长起丝，长辛苦苦一些个啥地方来长起多嘞。哇，我啥都没有。我家是原来还没去了。你没啥钱啊？中午不回去，中午就按包来啊。烦的。每天都到这烦。